我要排哪里？为什么？啊，忘记带长镜头来拍，看有没有翠鸟哈。这是八哥。黑领雄鸟啦，之前海龟馆很多啊，黑领雄鸟之前这草地很多，黑领雄鸟啊，你看它头白白的，那有没有？好像领，有的领带在那个黑色领带啊。翠鸟，哎，飞过去了。翠鸟。对，它刚才飞过去了。是啊，就在那边的。在那个桥。然后那边看，它在钓鱼呢。哎，有翠鸟，现在飞一只出来了。那有是飞，对对对，那一只那只对，它在那个，哇，有就在那飞的那边就是了。有有有，好，下次再来拍吧。看一下翠那个翠鸟，现在看起来没有，对，已经跳起来了。你跳起来，它应该是想飞出来的。自己躲在那个比较茂密那边，看到翠鸟，走。我们家有一只很可爱秃头柴啊。现在还没有那个布拉迪诺，没有。啊，有小鱼，有小鱼。啊。这叫什么？什么虎的，对不对？花虎还是飞？以前爸爸妈妈也钓很多回家养，很小只的，带这么小只啊。好，右边有在卖那个，是等一下，那个，哇，加八哥，小心点的。妹妹，你说什么？他想生下去。他想生下去，这么可爱。那油槽要重新油漆的。他肉眼。三二二二，好。为什么海巡特别过来？有人跌倒了。哇，蚊子点在。他这个，除非是不能走啊。他穿拖鞋，不是，除非是不能走，不然就是回，也是自己回家叫，还是需要下到海巡。对啊。没办法来，应该是要叫救护，没办法走，应该是要叫救护车。哇，今天没办法过去了。啊，我们那边看一下海浪就好了。浪高起来，拍一个。哦。
天上是涨潮啊，哎，它海水是可以冲到上面的，还是像已经快退潮？哇，还蛮大的哈。肚子饿下，我问一下主任们哈，所以很多人都从万有谷走下来吧？喵喵。五班下。那我三二二，一人踩一只会太难了。猫咪，猫咪，刚才那只呢？对，就是刚才那只。虎斑它，黑虎它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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